学习风水需要掌握很多知识和一些基本的技巧。九宫格被用来确定一个环境的吉凶方位。大家好，今天黄志祥师傅来和大家分享讲解风水九宫格，希望您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运用这些知识，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。来，大家怎么去看你们的屋子的这个九宫格？因为分享下个月风水的时候呢，就有很多人一直在问我的门是朝向西，我很多的误解了。你的门朝向西跟你的门开在正西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OK， 借这个机会呢，在这边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视频，也可以同时学习一下。首先先把你家的这个屋图找出来，一个步骤呢就是要把这个屋子的它的四个角画出来。我们就有它的四个角，这边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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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角，那我们是要有四个角。在这四个角的位置，我们找到了这个家的中心点，你就必须要站在这个位置。 OK， 能站在那个位置。那现在我们这么画呢，我们就说这里如果是东南 South East， OK， 这边是东南，打个比方。那如果这边是东南呢，这边就是南呢，正南 south， 看是不是 一目了然。门在哪里呢？看这个屋图，门在这边。这我得到很多的简讯是他站在门这里看出去，他说是西北哦，肯定的。你站在这里你看出去一定是西北，你站在这边看出去也一定是西北，你站在这里看出去也一定是西北，因为这个方向是西北。不要把它搞糊涂了哦，我们要找出正西位呢，就是站在家的中心点，然后找出正西在哪里，这样子的话呢是最精准的。 Nice。 因为如果你按照九个宫格，如果你把它分出来， OK， 这样呢我们把整个家的九个宫格画出来了，希望大家看得非常清楚。它的九个宫格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包括了中间中宫。那你知道这边朝向是东南，你就会说这整个中宫就是东南位，是不是很危险？是很危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注意看，当我们把它的二十四山画下去的时候呢，这真正的东南在这个整个格里面呢，只是这条线到这条线。那在这里以外呢，这里的以外这边的这个范围，这边是属于正南的，你看到了这个正南的这条线，所以这个格正南呢，啊对，这整个格都是属于正南位。如果你现在这样看，这整个格都是正南位，只有稍微的我们说这里不是属于这整个位置，这边的位置呢不是属于正南的，因为正南呢是这一条线到这一条线。中宫很多人会这样画，就会说我整个中宫是在这里，对，没有错。那中宫最大的力量在哪里？就在它的这个立点，中心点，我们也叫做立点，这个立点在这个位置。那这边是西北位，这边是西北位，大家注意看啊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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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不属于西北的，西北只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。 OK， 所以不是说每个西北位都整个这个格局这样，就是哇，我整个这个房间啊，还是整个这个客厅啊，都是属于西北位啊，不可以这样看。九个宫格只是一个大纲，没有师傅们去到你家帮你画，所以他们就会建议大致上就用这个九个宫格。这边也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，几乎是不会出差错的，就是我已经有了这个九个宫格，可是
我没有这个二十四三的这个这样的方向，那我要怎么样知道我的九个宫格哪里就是那个所谓说正西啦、西北啦、正北啦？很容易的，很容易的。OK， 你抓整个格，整个格的中间，那用这个比较干净。OK， 那现在这个格为西南，当然你的九个宫格要画的准准啊，啊，就是这边 balance， 不可以。这边大一点，这两边小一点，不可以这样啊！我现在是大概这样画 ，This is a little bit off， still 你们这样看觉得很整齐咯，但还是会有点 off 的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这样看，我们说这个西南位，我们先看这个西南。那我们怎么样知道在整个这个西南的格里面呢？最安全的位置哪里最安全？就是它的整个格的中间。中间，所以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个相同的方式，就是用它这四个角打个叉，然后大致上说打了叉，中间应该是在这里吧，这样子啊。那这个中间呢，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做一些事情啊，摆放啊，催旺它啦，几乎是不会出差错的。那注意看啊，这个东南是不是这边都不属于东南，这边也不属于东南，对不对？那要是你用它整个格的中间的话，跑不掉的，八九不离十啊。自己学风水啊，这边教大家自己学风水。你的门是在正西的 sector， 这个叫 sector， 不是肥心。你因为一直有人很多在问哦，我站在门这里咧，我看出去耶，我看出去是西北位哦。我站在中间看出去西北位，我站在这里看出去也是西北位，那我的正西在哪里？我的天哪，我们指的就是正西的方位 sector， 不是那个 facing， OK， 不是那个 facing。 因为如果这边是西北啊，我站在这边这样看也是西北吗？我站在这边这样看也是 northwest 啊，我站在这个 toilet 这样看过来这里也会是 northwest 啊。